大家好，我是淼屋，今天给大家讲的电影是《狂暴飞车》。已经被关进地狱的男主在地狱之火中看着自己的女儿在人间被杀，孙女不但遭邪教绑架，还将在月圆之日被拿去祭天，眼睁睁地看着最爱的人受尽折磨却无能为力，这是地狱最煎熬的惩罚。他受不了这个刺激，气得直接开车越狱。人一旦生气起来，真是地狱大门都别想拦着呀。男主就这样风驰电掣地重回人间，他先找到了绑架他孙女的三个邪教徒，给了他们一顿血痛教训，并逼问出了孙女的下落，随后帅气地一枪打爆了汽车。地狱那头，自男主出逃后，专门算寿命账的地狱会计也来到人间缉拿男主归案。嗅觉灵敏的他一路靠着千里鼻追踪男主。另一边，被老板非礼的女主愤然辞职，提前回家的她却撞见男友在家劈腿偷吃，想到自己傻傻的倒贴，结果养出这么一头白眼狼来，就气不打一处来啊。她愤怒的想开车离开，可男友的第一反应竟然是人可以走，车给老子留下，这种男友不分手难道留着过清明？女主生气的都压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了，但终究因体格弱势反被男友一拳打翻在地，对方还没有一点怜香惜玉的准备毁她容，这么漂亮的脸蛋别说男人了，我都看着喜欢啊，怎么下得了手啊？幸好男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替女主狠狠暴揍了光头男友一顿，然后开着女主的车带她离开了。晚上两人来到一家酒吧，并决定住下等明早再赶路。而地狱的会计师一路闻着味儿找到了光头家，并逼问光头男主的去向，不知好歹的光头继续不知天高地厚的挑衅会计师，结果被会计师用棒球棍硬生生的钉在了墙上，严刑逼供。光头这是习惯性的捏软柿子，结果捏到了仙人掌的典型案例啊。最后会计师取了女主照片，也顺便解决了人渣。等他出门碰到两警察，他们是来接警光头报的丢车案，结果现在发现小案子升级成了大命案，凶手还镇定自若的从门口大摇大摆的出来，警察都震惊的不能言语了，从没见过如此猖狂之人啊。会计师则向上抛了枚硬币，瞬间魔术似的变成了自己的 FBI 证件，忽悠两警察跟着自己一起追杀男主。但比会计师先一步跑去酒吧刺杀男主的却是邪教信徒们，他们被自己的教主一顿洗脑后都不要命似的找男主拼命，男主在一波耍帅后轻松解决了暗杀者，但出门又撞上了那两个被忽悠来的倒霉警察。警察见到男主不由分说的直接开枪，一顿枪战后女主杀了两警察救下了男主，这下女主彻底完成了上贼船的过程。等她反应过来后都要被自己的行为给蠢哭了，但当她听完男主的故事，得知邪教教主打算用黑魔法统治世界，男主要单靠邪教救回孙女后，觉得热血沸腾，想想自己原本毫无成就感的人生，忽然有了个救孩子、灭邪教、拯救世界的光荣任务，一下子就感觉自己伟大了起来呢，想想都有点小激动呢。于是他决定帮助男主，两人刚达成同一战线，会计师就开车撞上来想搞事情啊，但想不到男主逃出地狱时还顺走了一把灭神枪，这枪厉害了，威力巨大，一枪过去，会计师虽险险躲过子弹，却还是连人带车掉下了桥，但死神也是神，也就没有摔不摔死的概念了。会计师直接一脚踹飞了车门，帅气地钻出车子，整了整衣服重新上路了。而男主也带着女主一路来到了邪教窝点，但寡不敌众，男主被邪教教主一枪爆了头，女主也遭绑架被拖进了一辆房车带走了。可男主作为一个已死之人，本就不在五行中，虽头部遭到重击，却在有条不紊的自动修复中很快就原地复活，并打死了几个邪教徒，接着开车追上了房车。女主发现有接应，直接在房车里奋起反抗，愣是被他凭一己之力先后暴揍了随从和教主，最后从行驶的房车上直接跳到了男主车上，靠着教主那怎么都打不到人的奇烂枪法全身而退，真是令人窒息的操作啊。女主之前只是当个餐厅服务员，真是大材小用啊。而另一边，会计师赶到教堂，只看到凌乱的战后现场，他找了个幸存的教徒逼问出了来龙去脉，原来这群傻叉受教主蛊惑，自称是撒旦的追随者，以为完成什么献祭就能把地狱带到人间，使自己获得永生，但其实撒旦是地狱的掌管者，并且平生最恨有人杀害婴儿来向他献祭。会计师作为撒旦的手下，帮老大解决麻烦也就义不容辞，于是他决定帮男主一把，在男主遭警察围追堵截时，他亲自出马，开着一辆油罐车替男主撞开了一条生路，成功放跑了男主。而他自己只要故技重施，把 FBI 证件寄出来溜一溜，就能唬住所有警察。晚上，男主找到了邪教徒们举行献祭仪式的地方。男主作为死人不怕死啊，他一人单挑一群邪教徒，愣是让他们一个个都惨死当场，最后只剩教主，大小也算个 boss， 肯定不能轻易被秒杀，所以还是得先让他把男主打趴在地，耀武扬威一会儿。编剧使之灭亡，必先使之疯狂。教主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已获不死之身，世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杀死自己了。等教主为自己立完 flag，
男主就在会计师的配合下，祭出从撒旦那偷的那把遇鬼杀鬼遇神杀神的灭神枪，一枪就把教主打得魂飞魄散，让他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滚蛋。随后男主将自己的孙女托付给了女主照顾，而会计师则从地狱召唤出了一辆骷髅车，心愿已了的男主主动当司机，愉快地载着会计师一起飞驰回地狱了，故事也就结束了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我是一只常年吃狗粮的猫，喵。